欢迎收看《今夜翻斗争十倍王者荣耀争霸赛》。王德华，敢跟我搜的一句话，我输了，扣一送地狱火。有多少我送多少。在座所有人都有，你输了，你控制。白宝他把我苦练了10年，果然天赋赋，让我穿越回来了。接下来就是复仇时刻。 你能行吗？他可是我们学校最强的，听说已经胜钻石了。荣耀王中已经是，好他们！哎，你直接！我们看到王德发拿出了他最强的匕首后叶，图图竟然选择了辅助蔡文姬，还带着惩戒。这可真是大沙缸的配小茶壶，不是一个水平呀！没有王文杰，可是就是现眼。仅仅而已。才5分钟，图图的蔡文姬就已经超神了，你也太离谱了吧！知道我这个小菜鸡的厉害。 哇，太差了！我怎么了？死丫头！要不我……啊！我……这……这……怎么了？图图竟然用指导打赢了王德华！我操！那年我招走他都……如果我来办公室，赢了王德华又怎么样？还不是被老师叫家长？报告。 你不是欠人家10个保安吗？怎么变专家了？你这个简历都在我这儿呢。啊！飞机！喂！哎，大侠呀，那个住校韩相亲又失败了，你能不能帮忙介绍一个呀？哎，他想找个什么类型的？闺女啊，你到底想找个啥样对象啊？年龄不要超过25，长得一定要帅。
身高肯定不太高，因为左右就差不多。月薪呢，正好8位数。私人飞机那是最好了。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大侠呀，是个男的就行啊。这简单啊！你看这个行不行？妈，还在抠脚。以前相亲不洗澡，身上都能搓泥儿，我才不跟他相亲呢。搓个澡不就行了吗？看我呢，姊妹们，来活了。现在全场安静，所有目光聚焦在这位新生代选手身上。起跳，旋转两周开场，540阶900度，脚力量手横转圈跟上，又来，转速保持的不错，撒丫子跳，刚刚落地，稳稳的站住了。哎，他咋还在转？只要功夫深，也许惯成真。听教练说，他常常跟着大鸡鸡一起练习旋转。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同员工面对加班。最近比较忙，今晚加个班吧。没问题，没问题啊！放心，老板，加油啊！夜里工作交给我。加你妹！加谁了你呀？喂，儿啊，你爸加个班，你也在这儿，要不你跟他说话。滚蛋！叫我加个班了。好嘞。喂，老婆，今天晚上加班到10点。项目取消了，先不加了。喂，老婆，今天晚上加班加通宵，没办法，工作太多了。你也挺像。不想加个班吧？加不了，今晚有事儿。什么事儿？丧事儿。谁丧事儿？不让我走啊？就是你的。回来。哎呀，得了！给我加个班吧，老板。哎，我瞎了，我得去东对啊。你下午去东什么？我当裁判。嗯。我去啊！走，这么有底线。今晚挺忙的，再加个班啊！哎，哎，你先回来。我说的 VS 我妈理解的。妈，我作业写完了，想玩会电脑。什么？你嫌老师给你布置作业太少啊？妈，你别装了，今天可是周末。还让你布置点功课。妈，你是不是故意的？哎，再胡说啊，我可没有。妈，2个月了，我都没玩过游戏。哎呦，不让你学习你就来气啊！我觉得你是不是故意装我妈的？你给我查一单。我不是查一单。哦。今天家务活你全干得了吗？我去学习啥呢？妈，我看我就是装的。我哪装了？你像你这种上了年龄的、美丽的长者就是跟我们年轻人沟通稍微有点困难。谁说的？不信你看这个，这哥们就跟我一样惨。给点快递费。是大爷，这杜小白就是想去看华为直播，结果和门卫大爷聊的是驴唇不对马嘴。那背后不是让他进去了吗？一点这个话题就知道了，看他到底进不进直播间。你我手机去开，妈，那是我手机啊！你想跟我练拳击？放假前后妈妈的区别对待能有多大？这都怎么放假？怎么还没放假？儿子，妈妈想你。啊、这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啊？外边太阳起来都到你地了，你怎么知道？快点起来啊！你看你躺着在这牌位上的，再躺着你都倒起来了。妈，你快看看，你快看看啊！在外边连忙就要，你真试试，你回来我这个家到底叫什么猪啊？我告诉你，我生病我就是欠你的。我走了，来哈、啊。这你几天了还不出来？哎，我能不能指望你？你这咋的？哦，能干屁！哎，我死了我都指望不上你，赶紧出来！哦。饭了，饭饭饭不得做，你给我吃吃吃吃吃！妈，你说饭，我就是你家的保姆，到你哪天把我累死的时候啊，让你简直给找个新的。玩会手机吧。怎么全抱着手机啊？你也不怕把你那个眼珠子玩瞎？哎，你告诉我来，玩这个游戏你能学点什么？你想放松放松，你不好装同学特疼的活动。我去同学家了。怎么？还敢下楼试试你？你下楼，来，走吧。这就是个鱼丸。妈，那我不去了。妈，这是怎么回事啊？先别着急，我们刚才快起来，起来！
让我们赶紧画回来。要不先这么做给好好的口罩我疼了一下当学生的感觉也给你当个榜样。哎妈这种上学真好啊。喂是妈妈吗、怎么了老师图图有点不对劲你马上来到学校。啊老师好我妈是不是图图这个真是床坏了啊。没事儿。你看他个皮肤研究这一口哎我给你看什么尿尿陪口看你不去试试。这以后我怎么在学校混啊、嗯、啊我回去一定好好说说他。我跟你说还有更不对劲的。啊你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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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丢了吗这样子吗你干什么哪来爸爸妈妈这才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什么你干什么哎，这怎么办呀？哎，你来了！我跟你说，我今天报的可是幸福了。你看，你这个同学号可活泼了。哎，爸爸送你了，来，别傻着了，快查查，快走吧。哎，你好，中国邮政，请问要办什么业务？你好，请问这个地方能到吗？到。查都不查一下就说到。请问是在中国境内吗？在啊，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都能到。开学第一天的几种人，语文作业写完了，数学作业也写完了，所有作业都写完了，老师肯定会表扬我。作业不收了，老师，你给我上，上上。老师，我作业来公交车上了。老师，他作业在这儿哪儿写的？哎，那老师他也没写。老师，我写了什么？你别夸我，你真写作业了，我真的。这学期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目标是上课不睡觉。哥，不睡觉，你作业叫我抄上。我求求你了，我今天喝奶茶。开学前一天的几种人，对，那么多没写，我来不及了。明天开学了，再玩一会儿就。你玩啥？什么什么？情书老天爷，这学期一定让我收到情书。你明天准备穿什么呀？我就穿这个呀，我妈刚给我买的，可贵可贵了。你妈不是月光族吗？怎么会？真的没有意思了。现在是晚上八点，距离开学还有三个小时，我的作业是一点都没有到。那么现在当务之急是，兄弟们上课。爸爸求求我们的钱。今天我一定好好补作业。明天再说吧。我也要当网红。妈，你看你都两千多万粉丝了，你可告诉我哪拍短视频能火？谁骗你了，妈妈？谁骗你了？你知道当网红多难吗？又得搞原创，又得有意思，熊孩子，快学学吧你！哼，废话。哇，这视频这么火，超的！哇，涨这么多粉，超级果然管用。见超见超妈你看不用你我一样能涨粉这么厉害呢你怎么做到的当然是抄的了你居然抄袭哎妈你听我解释抄袭有什么好解释的太可气了如果你的视频当到了抄袭抖音也会留你的权益原创的非常的我不要你妈我不要你童年里每个班都有的几种人你们笑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腿站你上课站着点你给我点上课完毕王老师拿粪球打我王老师拿粪打把粪球打我咋发好吗大姐你看我的书打人王老师拿粪球打我好难那你爹呢是我啊你爹是谁哎妈我告诉老师妈我一个嘴往多了哎呀没有事我也没做真是的收作业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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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我的我爸最近有点飘啊看我好好整整他
爸，我妈今天做这个菜太咸了。我这还行吧？哪还行啊？爸，你可是一家之主，你得说说他。大侠呀，这个菜啊做的太咸了，以后少放点盐盐呗。再放什么？乱这些毛病。咸吗？我这很好吃啊。再说试试啊。爸，我这刚才不是跟你开玩笑吗？今天中午我带你出去放风放风。真的吗？给你几个选项啊。一，咱俩陪我妈逛街。二，咱俩陪我妈看电影。三，咱俩背着我妈。这三了。我告诉你啊，背着你妈干什么都是。这么晚了，白洗衣服了，赶紧睡觉吧。哦，就是啊，我爸都跳一天广场舞，太累了，哪有劲洗衣服呀？啊，人家不能乱说。今天不洗完不准睡觉，赶紧洗。哦，妈，你怎么能这么不体贴呢？你看跟我爸一起跳舞的王阿姨多体贴，看我爸累了口渴了，把自己喝过的水给我爸喝。什么？不是你，不要脸，臭不要脸！哪来的高跟鞋啊？哎，妈，你听我解释啊，事情是这样，我爸看王阿姨穿高跟鞋太累，就把自己的运动鞋脱下来，自己穿高跟鞋。你看我爸多乐于助人。什么？老妹，就说啊，完了，你完了！哎，老婆，冷静，你听我说。女朋友在家时，宝贝，我能玩会游戏吗？你不爱我。宝贝，我能出去和兄弟们喝点酒吗？你不爱我。宝贝，我能吃点宵夜吗？你不爱我。我还点了你爱吃的炸鸡。你们早说。女朋友不在家时，想点什么外卖就点什么外卖，再也不用吃了吃剩的了。视频随便刷。兄弟们，我女朋友不在家，来我们家 happy 吧，大屋主整起。谁还得配这个无色啤酒啊？你回家真带劲啊！来，咱们今天晚上通宵上班啊！兄弟们，战斗开始！今天晚上干翻全场！来，中午团一块，中午团，快上！来，配他！哎，这个剪刀是剪刀。等等，四十二，上！剪刀！上！妈，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你总是拿我去跟别人的孩子去比较，今天谁家孩子又考第一了，明天谁又拿了什么奖了，你每天就这么打击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总是说是为了我好，但又把你的意愿强加到我的身上，我不是你的附属品，我只是希望哪怕能有一点点属于我自己的时间。这就是你们在忙班的三天三夜的名。我这不是放松一下吗？放松一下，放松放的连天都不成了，你老是在哪里一百多个电话都，你这个熊孩子，哎，你喜欢玩是不是？现在就给我收拾东西，给我滚开！小伙子，这么晚还搬家呀？我把我妈惹生气了，她把我撵出家门，听说货拉拉又快又便宜，我才连夜把您叫来的。她就是在气头上，我还气儿消了，给道个歉就好了。好，小心啊！哎，师傅慢点，我妈肯定睡了，别把她吵醒了，好吧？师傅，走吧。哎，小伙子，你看后边。你图图，哎，是我妈。妈。妈，老兔，老兔，哎，我让你搬走，你俩给把家给我搬空了，家伙他们都没给我理我，我差点就把空岛干了你。真的，今天晚上不给我收拾利索了，别想给我睡觉。哎，你把门锁了，门锁开了。哎，妈，我你给我干。旅途不在乎目的地，而是沿途的。不带不带龙，你买这个在这儿吗？你回来就这个在这儿呗。欢迎乘坐本次航空，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九鹏。如果本次旅程产生任何不愉快，我指的是让我不愉快，我就立刻把你从这里滚下去。现在我们到了美丽的四川成都。你们这群寡娃子挺好了，成都素来都有千夫之间的美女，这里美丽妇道人杰地灵，下面给大家看一下四川特色大秋吧。来看你要收肥咯，大小点肉，美丽的东方之珠，中国香港，前行随香港国机机场的上行，要上罗飞机的乘客，请注意头上的这个红色按钮。
亲戚抹红顶，挨揍的乘客请每人转我500，还是高分。坐坐。各位领在南来，下面就是广州地标性建筑广州塔，俗称笑望腰，好犀利啊！大家可以直接看啦。这能看清我啥呀？大家看这款望远镜，有够够够，有八之数，够够三分钟，你就会爱上这款望远镜。我要买10个。甲鱼离家出走有流程。欢迎光临，有什么可以帮你？我要三小离家出走。请把你的校园卡放到这里。小学生卡，身份验证成功，请您口述一下离家出走的原因。我妈又偷看我日记，她还不让我关房门。再说小屁孩有什么意思啊？一点都不尊重我。这已经是二级母子矛盾了呀。那您这次离家出走想要达成什么目的呢？等我走了以后，我奶奶又害怕又愧疚，我还对我特别好，我让她往东，她就不敢往西。我在这个家里真正的站起来，想提升自己的家庭地位。那么您本次离家出走的启动资金是多少呢？我需要对您的生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做一下评估。这是我上星期骗他要交的班费，一共白白赚了21.38呢。如果是这个金额的话，评估的能力是零。建议您去楼下溜达一圈回家得了，或者是去奶奶家，可以有效保证温饱。不建议去网吧，预算高还有安全隐患，容易激发高级矛盾。那我想去奶奶家，我这次要去一星期，急死他。那您还有什么要交给父母的东西吗？我想给我妈的辨别信，一定要亲手交给她。好的，请您放心。另外，我们推出了生存意外险套餐，请问您有需要吗？达到了离家出走的标准，现在我们就剩最后一个流程了，请家长签字。父母眼里的不懂事。我妈忙了一天了，肯定很累，打个招呼就回屋学习吧。妈，你回来了。你妈我在外边这么辛苦，回家里也不知道关心关心，我真给娘了个白眼儿。哎，妈，你回来了！我把家都收拾干净了。你不是说洗发水没了吗？我还给你买了。行了。哎，你妈妈在外边累一天了，还得回来给你做饭，唧唧歪歪，让我脑瓜难受。图图啊，吃饭了。啊，我写完这道题就去了。平时没看你这么上心，吃饭是有雷精神，赶紧出来先吃饭。Harry， 图图啊，吃饭了。哎，来了。一说吃饭跑得比谁都快，一天天的心思不知道用在哪里，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儿子，看好哪件了，拿出去试试。我都行，妈你看着挑吧。这么大个人了，挑我衣服都挑不了，你指望奶妈给你一辈子，给你做一辈子主啊？哎妈，我喜欢这件，这件不错。那什么，这是件什么衣服啊？溜了溜气的，那像正经孩子穿的吗？这个多好，来，我换这个试试。看到了吧，如果你选择原谅他的话，我现在就把你变回一样送回去，不过机会只有一次。我决定。大人们谁懂啊，这打工社畜没尽头，一年到头累出马龙，这到了年底还没对象，待会我妈回来呀，反向催婚给他露一手。我妈没准先玩会游戏。你杀人不放大招，你轻功。这打了四圈麻将，这手是又脏又臭，我先去洗洗。站住！趴下！妈，你干嘛呢？汉无夹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你刚才轻功的时候，你看看你啊，两腿一蹬，一玩一个不吱声，就你这样，怪不得没女朋友。妈呀！我说我怎么没对象呢？怎么了这是？我那白棉袄、熊熊帽、玉米起司还爱笑的对象，你给我找了吗？找了呀。哪儿呢？没找到。那你接着找呀。你看看你那些老闺蜜们，人家都当奶奶了，难道你不着急呀？这说的都是我的词儿啊。你赶紧给我安排相亲吧，我都母胎单身28了，人见我都不直接喊我名了。那喊啥呀？单身狗。这太侮辱人了啊。不侮辱得直接喊狗了。你再看人隔壁子涵啊，从一胎生到三胎了，我连个备胎都不是。你还年轻着什么急，你这个还咋着呢？妈，其实人这一辈子呀，时间可短了，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好，
这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啊，这玩意儿什么？我告诉你孩子，凑的是，凑的是缘分，这处不好呢还产生矛盾。一个人过得也挺兴奋，别人不能轻易给你评论。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走了图图，别难为你妈了，来赶紧洗手吃饭。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哎，你这个手机天又是打游戏又是拆快递的，全是细菌，必须得洗。用妈刚买那个舒服家洗手液，把手洗干净再吃饭。这不管有没有对象啊，回了家以后啊，一定要洗手吃饭，健康过年。爸，这菜太烫了，先吃个橘子吧。哦，哟，你看这橘子啊，十个瓣儿，我一个都没有。我也是你颗粒中的一环呀。行了，你是故意推我和你爸的吧？我和你爸都想明白了。这儿孙啊，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啊，你享福。以后啊，我们都不催你了。那以后亲戚朋友都催我怎么办？你是我儿子，我看谁敢说你。行了，话都说开了，咱啊就好好的吃顿年夜饭。好，好了，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是不是该给观众朋友们一起拜年了？老志成绩出来了。子涵，你身为学习委员，派着我是吗？考了个点分。老师，我满分。不错，你明明只考了九分。这是雅思。哦。咱们现在越来越没规矩了。最后那个同学给我站起来。我看校服也就棒，上课还拿着手机，这边都拉他的眼里。我是听课老师。张。我姓龚。啊，老公啊。咱们班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张斌和克里斯呢？是不是俩人一块逃课了？老师，我们改变。这什么道理啊？说没说过上课不准带吃的？老师，我们没带零食。你当我眼瞎是不是？顶那么大花生在头上，还说不带吃的？老师，这是我们的帽子。吵什么呢？这是上课呢。张图，给我拿几个粉笔。哪个班的学生啊？这么没大没小，直呼老师的姓名、啊。我是修平。你们班怎么有个花生人啊？哪里有花生人？就是那个巨无霸的花脸，看着我都有点愣。校长，这是我们的帽子。